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有机会请到中原大学萧崇德副教授来跟我们演讲。那么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很认识萧教授了啊，因为他过去在很多研究上面也很多有机会做演讲嘛，大家说不定大家都有听过啊。那么我还是简单介绍啊。那么萧博士呢，他是一路从台湾大学的动物系那个学士，渔业科学硕士，一直到渔业科学的博士啊。那么之后他到中研院的系生所跟分生所做 postdoc 啊，然后呢被延揽到中研大学的生物科技系，那目前是副教授嘛。那么萧博士他在研究上面，我想大家大概都有耳闻了啊。那么他从大概 postdoc 的阶段都是在做渔业的 biology 上面，还有啊一个生物资讯方面啊 ，bioinformatics 上面都有很多的琢磨。那这几年来，我想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用几个主要 component， 包括 GBRFISH 啊，然后用这一个model， 然后配合一些 transgenesis genome editing 的技术，那么希望来建立这个样的一个 disease model。那最重要的是说用来研究人的疾病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相信等一下萧博士会给我们介绍啊。那么他这一部分呢，当然 focus 在人类疾病，包括算肥胖啦、cancer 好像 skin cancer 啦，或是说apoptosis 啊、aging 啊这几个很重要的点。我想人类的疾病跟我们关系。那么我们在人类研究这一类的疾病的时候，需要好的 model 啊，包括说。像 stem cell 啦，然后包括像最重要是要 high throughput 啊。那么当然大家知道 GBRFISH 这是一个它具有这个优点啊，我想等一下会介绍得到啊。那么所以这几年来萧博士跟事实上做了很多的很好的 publication 啊之外，那么他跟产业界也开始陆续有一些接触啊，我想是很好，因为他的一些很好的 pattern 可以运用到希望能在产业界真正可以运用的啊。那么最重要目标当然是研究人类的疾病，然后同时能 screen 一些好的药物啊，来治疗这些人类的疾病啊。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今天大概跟我们谈的就是说，我们来建立一个 human 的一些 model， 当然用 GBRFISH， 用一些 high throughput 的方法，像包括 NGS 啊这类然后呢。配合这个 transgenesis genome editing 的技术啊，那这是我想这个是一重要的点啊。那等一下我们来请萧教授。那等一下，因为我怕等一下听得太高兴而忘掉哈。我们下一次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月会现在是第三次了，是第三次，非常的成功了哈。因为前两次人也在，这次也是一样啊。那么我们希望让大家真正有收获，我们请最好的 speaker， 像萧教授今天。来，我们是特别的高兴啊。那么下一次，在下一次的 speech， 我们预告啊，在几号？8月10号，8月10号是由吴正吉医师啊，他是鼻喉科医师，那么他的基因方面的这个研究非常的深入啊，那么来跟我们谈 deafness 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再来参加，号召亲朋好友来参加啊。好，那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呢，请萧教授来跟我们谈这个题目啊。萧教授，请。好，主持人还有各位研究先进，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来跟大家互动。事实上，我人生的第一篇文章是跟谢丕合作的，对，2001年发表的那个斑马鱼转基因。然后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医院的医师，所以有时候就是交往这么久，有点遗憾，就是当初联考分数考太低，不能当医生，只能到台大动物系，差了医生100分，所以就说还要跟各位医生多学习。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题目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简单介绍说，我过去在中原大学呢，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大概去了也7、8年了。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呢怎么使用一些基因敲除的工具呢，在斑马鱼制造人类的疾病模型。然后之后呢，再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怎么样快速有效的呢，在一个实验室的规模就可以做所谓的高通量的突变筛检。因为如果说以老鼠来讲，它通常需要一个 team， 例如说台大的 team 呢，大概有好几个 PI involved， 但在鱼里头，我只要一个老师的实验室就可以做了。那最后呢，再讲一个例子，是人类的老化跟再生的一个问题。
那实验的刚开始就到中原大学教书的时候呢，主要是那时候国外呢有一个很好的工具被研发，然后那个时候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就跟一个博士班的学生呢陈博士呢一起来研究，它是一个高通量的转基因的构筑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不限于鱼类的转基因，它可以用在植物、动物、人类都可以。它叫做 gateway recombination。那它的方法就是说，先制作好这个 donor 的这个 vector。譬如说，我们的五端是 promoter， 中端是我们的人类的 uncle gene， 然后 three prong 通常是一些 poly A 或者是一些 reporter gene。之后呢，我们在一个试管中将这一二三，还有最后的一个表现载体呢，合为一，它可以在一个试管之中呢，就把全部的载体构筑成功。那如果顺利的话呢，只要在一个早上反应之后呢，隔天就可以挑到无限多的这些 clone。那之后呢，就可以做高通量的这个转基因的构筑的筛选。那各位可能还不晓得这个威力，我用一个图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的实验室呢，通常学生可能是大学部就可以了，早上呢先 PCR。然后跑电泳，然后之后做 BPLR 的 Cloneness 的 Recombination， 那之后呢，用电破法呢，把它转型到大肠杆菌，因为 titer 会比较高。然后之后挑选这个 single colony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确定有没有构筑正确的转基因载体。如果有的话呢，会在隔天就进行转基因的注射。那因为学生的数目比较多，我们可以一次呢四五个学生一起操作，然后通常隔了三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转基因鱼了。那这样的一个 pipeline 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它的瓶颈就在于转基因的构建。如果能够构建好这个转基因，后面呢是可以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前进。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说，能不能够把我们需要的人类的转基因，例如说您有耳聋的基因，然后它有心脏衰竭的基因，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pipeline 往前推进。那这速度相当快。那由于这个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我们的确就是很顺利的在中原大学人力比较不足、资金比较不足的情况下呢，一样可以按照我的设想的速度往前推进。例如说，我们2011年呢发表了这个 apoptosis 的 model， 然后12年呢是肥胖的 model， 14年呢是这个 cancer 的 model。那这些 model 呢，基本上像举例来讲 ，apoptosis 的 model 呢，它可以做高通量的这个 apoptotic modulator 的筛选。那肥胖的 model 呢，甚至有好几个药厂，像那个 L Lilly 李来大药厂，他们想要授权。那这个 Uncle Gene 的 model 呢，目前在申请台湾的专利，所以基本上来讲都能够很成功的把这些课题呢结案并发表。然后另外的话，因为这些议题基本上对人类蛮有帮助的，然后药厂他们有兴趣，所以合作的医院像马偕医院呢，他们是希望能够把它授权给药厂，然后呢来把这个模型来做一个高通量的筛检。那14年的这个乳癌的模型，就是说我们的乳癌啊一般不容易观察，那我们把一些乳癌形成的基因呢表现在斑马鱼的表皮，结果呢您可以看到它的表皮就长出肿瘤了。那这个结果呢，我们用显微镜可以观察得到，就变成说把一个 inside out， 把一个内部的一个肿瘤呢把它翻转在皮肤。因为乳腺上皮细胞跟皮肤上皮细胞的特性呢，其实在我看来差不多，都是一种简单的上皮系统，它可以呢转型成功，然后方便观察，然后做药物筛检。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因为其实在中原大学，大家或许可能不晓得私立大学老师的辛苦，就是说一般国科会已经不好拿了，那要怎么样还能够让实验室往前进呢？那我自己过去这几年算是有一些小方法，就是说可以跟产学合作，因为一个国科会一般来讲的话是可以拿到两个国科会跟两个小产学，那一般呢拿到第二个国科会很困难，那但是拿到两个小产学很容易，所以我就是过去的时候，基本上实验室每一年都有三个计划在 run， 一个是国科会三年期，然后两个是产学合作计划，加起来说夯不啷当钱哈，一年有300多万到400万，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举例来讲的话，像跟罗氏呢、跟凯捷、跟丽君呢，他们就有合作这个 Talent 或 CRISPR 呢这个产学合作计划，然后跟一些抗体公司呢也有做斑马鱼的高通量的抗体筛检。像这个是台湾最大的，叫做益康 GeneTex， 所以就基本上来讲的话，产学合作可能是未来我觉得是私立大学老师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就是说，由于有转基因的技术，又有这个基因敲除的技术也很重要。
那我们来讲一下基因敲除，就是说我们以人类来讲的话，人类的全基因组啊，在2004年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序，那里头大概有30000个基因左右。那这30000个基因到底在干什么呢？事实上科学家不太了解，所以会透过一些低等的像酵母、线虫呢、果蝇或者是爪蟾呢来做研究。但是很多人 criticize 这些系统呢，并不像是高等的 vertebrate， 因为 vertebrate 有很多生理呢是 invertebrate 不能看得到的。最明显就像什么？像智力啊，像这些心跳，这些呢本身是高等动物才有的这些生理特性，一定要高等的像小鼠或大鼠，或者是低等的鱼呢来做研究。那事实上，整个科学呢，对于单一基因的这个控制呢，其实了解的算是蛮多的。那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基因怎么形成网络的调控，可能要靠更多的这些基因敲除或者是这些调控元件呢，才能够推测一个 networking 怎么进行。那我实验室大部分都是进行在 phase two， 就是做每一个基因的敲除或过表达，来研究它的功能。可能或许以后可以跟这边的专家来合作，把它形成一个网络的一个架构。那谈到基因敲除，事实上大家要知道，基因敲除本身不是很新的东西，它是2008年的时候呢，在斑马鱼有一个突破。那为什么我记得那么熟呢？是因为我在念博班的时候呢，就是还有博后呢，都不能够做基因敲除，只能看着老鼠的人发表基因敲除的高档文章呢，流口水。但是到了08年呢，突然到中原大学教书的第二年呢，就有两篇文章在 Nature Biotech 发表，分别是用 Zinc Finger Nucleus 呢，连续两篇 back to back。然后呢，可以敲除成功。那但是这个 Zinc Finger Nucleus 呢，比较被质疑，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模组不容易组装，你需要请 Sigma 的公司呢商业的组装。后来到了2010年之后到2012年呢，突然的话就是 Talent CRISPR 呢大量的这个开发，所以变成说我们目前已经到了2015年呢，要使用这个工具非常的成熟。几乎是到达，就是说，如果不用这个工具，不能够发表在可能3-5分的杂志都会被退稿。在斑马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就是说你投到3-5分的杂志，如果只使用 knockdown， 基本上要叫你补很多实验。所以其实，在斑马鱼来讲的话，可能已经跟老鼠跟果蝇差不多，很稳定了。也就是说，杂志越来越不好投。那首先先讲一下 Talent 的话，是我跟立军公司合作呢，来做进行这个产学合作，主要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talent 像是一把分子剪刀，它的剪刀的这个刃呢，就是两个 fork eye 的 domain， 这两个是一个人造的一个功能区。但是我们把它接上这个辨识区呢，叫 talent 的 target site 呢，它可以辨认核苷酸。于是乎呢，你看到它就可以辨认 DNA， 然后剪辑 DNA。那剪完之后呢，因为这个剪辑有不见了，所以当你把这个剪辑呢在体内修复的时候呢，它就会有 deletion 或 insertion。到最后就是说，你的蛋白质呢，三个一念就会移码 friendshift， 那之后这个突变就会形成。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工具叫 CRISPR 更简单，它基本上在操作的时候呢，只需要两个 RNA， 第一个是 guide RNA 是人工合成的，然后第二个 Cas9 RNA 呢是体外转录。那于是乎呢，我们把这两个 RNA 混在试管中。然后打到小鼠或鱼的胚胎，或者是把它呢转染到细胞里头，它就会辨认 DNA， 然后并切除 DNA。那因为 CRISPR 呢比 Talent 更容易组装，而且呢价钱更低，所以目前的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使用 CRISPR。那但是我们因为入行的早，所以早期的 Talent 呢我们也有使用过。那因为 CRISPR 呢本身它是比较容易操作，但再怎么容易操作呢，事实上很多研究室啊。还是会操作错误，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 CRISPR 它的版本很多，大家如果有到那个 AdGene 去买的话，它的版本有大概20-30种，那不容易做 cloning。所以那时候跟这个生技公司合作呢，目标就是说把所有的 cloning site 都变成唯一的 cloning site， 这样子只要买一种酵素，然后就可以大量的接。那另外呢，所有的工作呢，只要大学部的程度就可以操作，几乎不会失败。所以这样子的话，居然研究出台湾第一套商业的这个 talent kit， CRISPR kit。那据那个生技公司老板说，销路还不错，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是这样。对，等一下可以问问看，销路还不错，就是台湾的第一套。那有了这样工具之后呢，我们开始就要做基因敲除。那基因敲除大家遇到的问题，多半都是怎么筛选突变，因为在动物跟细胞中呢，难度都不一样。首先有用限制酶切割的方式，效率太低；
有用毛细管电泳分辨大小，譬如说 DNA 变小就是 deletion，DNA 变大就是 insertion。可是这个通量呢，本身来讲比较没有那么高，比较昂贵。那用 high resolution melting 呢，有突变就会偏移，没有突变就不会偏移。那这个方法呢，我们也测试过了。但是跟大家今天报告的方法呢，都不是这四种。这四种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实验室高通量筛选呢，是不合格的，还是太慢。我跟大家今天介绍的是所谓的 NGS 的测序。那这个主要还是要感谢这个陈佩荣医师，那时候跟他讨论了一下子，突然灵光乍现，所以陈医师还是我的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对，就是说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就是首先先把 PCR 这个 allele 呢 amplify 出来，然后两边呢接 adapter 做成一个 DNA 的 library， 然后之后就开始用 Illumina 呢双向测序。那测完序之后呢的 raw data 就进行生物资讯的比对。举例来讲，您看这个左边呢是我们打靶的这个 off target site， 理论上它不会敲除，所以你看 talent 的左岸右岸中间的 spacer 呢，它不管你定多少条序列，它都没有 indel。然后右边这个是 on target site， 它就有。那有跟没有呢是定性的，要怎么定量呢？我们写了一个小的一个软体，可以把这个 indel 呢算出来。结果我们可以看底下这个数字呢，总共定了6万多条读序呢，在 off target site 有9个 indel。那因为分母过大，分子过小呢，其实 mutation rate 是零。但是在 on target site 呢，它两万多条读序呢，有3000多个 indel， 所以它的 mutation rate 是 16.4。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定性跟定量的工具之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 talent 跟 CRISPR 全部都跑 NGS 去测定它的活性，变成是一个 golden standard。那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突变筛检呢，总共做了28个突变体是来自 CRISPR， 然后做了24个突变体呢是来自 talent。那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T test 呢，发现 talent 的活性呢比 CRISPR 高3倍。而且专一性比较高，那这个数据是从 NGS 所得到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 talent 它还是比较专一，而且比较活性高。CRISPR 的话，到目前为止在斑马鱼呢，它的活性忽高忽低，还需要再调校一些参数。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高跟低。举例来讲，像这里有一个基因叫 TMC2B， 是斑马鱼控制呢一个什么鞭毛形成的基因。然后 KO 之后呢，可以看到红色的就是deletion， 蓝色的就是 insertion， 那如果没有颜色的黑色就是 wild type。 所以这个大家可不可以算一下它的突变率是不是差不多 20% 左右，用眼睛看就知道了。那答案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活性高，叫做 DMMT3AA， 这个是跟马街的林医师合作的，这个是一个 DNA 就是 epigenetic 甲基化有关的基因，我们把它 KO 掉，它的活性是100%，每一个都 indel 形成了。所以透过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高通量大规模的来定性这些活性。另外我们也可以做 knock in 的活性，因为 knock in 早期在果蝇或在老鼠呢本身已经使用的很好了，在鱼里头呢比较为人诟病就是说好像还抓不到那个条件，怎么样高通量的可以 knock in 一个 loci。那因为人类的疾病有很多是所谓的 hypermorphic mutation， 或者是所谓的就是说 single nucleotide mutation， 所以做 knock out 就不适合，必须要做 knock in。 举例来讲，像林医师他就陈医师他有一个那个人类的一个肌肉溶解症，他就是一个点突变，所以我们一定要做 knock in。 那 knock in 的话呢，我们的做法就是先做 knock out， 之后塞入那个 SS oligo。 那如果他互换成功之后呢，因为我们塞入的这个 SS oligo 有做一些点突变的置换，举例来讲，这边 TCGA， 那野生型的分别是 CGC 跟 G， 所以我们看这个 alignment 就知道这几个呢读序是来自 knock in 的，那其他的读序呢是来自 knock out 的。那我们这个 allele 活性比较低，我们算出来它的互换比例呢大概是 1.5%， 那高的话也是可以高到50以上。所以透过这个方法，大家 keep in mind 就是可以做到 knock in 跟 knock out 的绝对定量的一个工具，透过 NGS。 那我很快的跟大家做个小结论，就是我们的这些筛选方法在实验室啊，经过了大概一年多的这个研究呢，得到了一个小结论，就是说如果实验室的通量比较低，适合用 Sanger 来做测序的话，它的优点就是它本身操作很容易，然后呢 cost 比较低，但是通量也很低。那如果反过来做了 NGS 呢，它的通量比较高，
它的 resolution 更高，但是它的 cost 呢也很高，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说以什么样的工具来做筛选呢？ Depend on 你的实验设计。好，那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在实际的例子，一个人类的早老症。人类的早老症是一个罕见疾病，它的耗发率大概是十几万分之一，所以在台湾本身呢，有这样疾病的幼儿并不多。那很多时候呢，他们会去看病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小时候一岁的时候看起来还稍微表型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到了一到三岁之后呢，他的身高比较矮，然后他的皮很皱，他的骨骼发育不全，然后另外呢，他的智力比较低，所以 大部分的父母亲早发现小孩子有这个早老症的时候呢，都 too late，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治疗，因为这个疾病到目前无药可医。那这个基因呢，它为什么会突变掉？是因为这个基因在人类的基因体中呢，它事实上有八个 exon， 前面三个是 NAD、NADP 的这个 domain， 那后面是 PYCR 的一个 redux domain。那大部分人类的疾病都好发在 exon 四五六，它有 HSPA， 然后另外第六个这个地方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 nonsense mutation。所以当时我们在建立这个模型的时候呢，先去问第一个问题。有没有老鼠的模型被建立？如果有的话，鱼就不用再做了。因为一般医生来讲的话，我跟医生合作，他们第一个就问说：“嗯，模型用老鼠做啊？没有听过斑马鱼。”所以就说，经过这么多年，还是很多人坚持用老鼠做。那不过很不幸，这个模型在老鼠里头没有被建立，也没有被发表，所以就变成说，在斑马鱼我们有空间可以发挥。那这个基因呢？首先大家可能可以了解到它为什么会有这个表型。我们先看这个基因的。生成的，它主要是 PYCR 在这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 Polyne 的合成的酵素。我们体内的 Polyne 呢是氨基酸的原料之一，然后它需要经过两个酵素的连续催化，叫 PYCS 跟 PYCR。然后反过来，它有两个催化酵素是逆向催化，是 PDH 跟 PYCDH， 它会把它还原成为这个 glutamine。所以我们如果说体内的 PYCR 或 PYCS 的基因破坏掉或者是突变掉的话呢，我们体内的 Polyne 含量就会不够。可是 Polyne 是我们的 Elastin 跟这个 Collagen 的组成分，所以当你这个原料不够的时候呢，我们的弹性纤维跟这个胶原蛋白就会不够。那不够的话，我们的皮就比较松，然后成骨发育会不全，然后所以它这个表型呢，跟它的这个基因的功能呢，有很强烈的正相关，很容易了解它的表型。那我们首先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转基因鱼呢？过量表达人类的 PYCR1，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它会有什么表型，就是说如果这个基因的功能不足是老化症，那如果基因加强会怎么样？我那时候猜会变聪明，但是鱼怎么测智力呢？还没有人能够 define 得很好，所以我先想说鱼会不会长寿一点。那我们就做了这个转基因，那你看这个转基因就是放人类的 PYCR cDNA， 然后后面用一个 mCherry 去做 reporter， 然后我们先做抗体，发现这个蛋白质呢有表达，代表在这个鱼里头呢成功的表达人类的外源的 PYCR protein。 那另外它的红色的荧光也表达，代表这个转基因 Cassay 呢有正确的这个发挥功能。好，那大家比较期待要揭晓答案了，它的表型会怎么样。那我们就养着养着呢，发现这个鱼啊，可以抗 UV 的这个受伤，就是说我们野生型的鱼照 UV 之后呢，你看它的 basal 的这个 apoptosis 呢就拉高了，因为皮肤对 UV 很敏感。可是你过量表达 PYCR 之后呢，它可以抵抗 UV 的这个受伤，它的 apoptotic level 呢会降低到跟野生型呢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它具有这个抗环境逆境的功能。那清除自由基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养大之后呢，不得了，这个鱼体型会两倍大，就是说这个是野生型的雄鱼，这个是野生型的雌鱼。那您看到它这个转基因之后呢，雌鱼的体型变大，然后雄鱼的体型变大，然后体长跟体重呢都有呈现相关的这个增加。所以我们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 overexpression PYCR1 呢，它会 induce 这个 gigantium， 就是属于巨大化。原因不明，是说它驱动了这个 growth hormone 的 pathway， 还是说让整个细胞变大呢？我们目前还在研究。不过唯一可以知道，就是这个鱼很健康变大，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癌症肿瘤在体内，就是个体就是比较大。
然后寿命比较久。好，会生吗？会，而且它的孕卵量，它的那个所谓的 fecundity 呢，比一般的大两倍，可以生出1000多个胚胎。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做完转基因之后呢，可以验证活性变高，寿命变高。那活性变低呢，可不可以跟人类一样寿命变低呢？我们就做了 talent 的 knockout。knockout 之后呢，主要的基因型有三种，第一种是 delta 2， 少了两个nucleotide。那第二种跟第三种是少了18个 nucleotide。那如果它的 coding 呢，18个 nucleotide 刚好是少了6个氨基酸，所以它是没有造成蛋白质的这个移码 frameshift。但是 delta 2就有了，它原本是320个氨基酸，它会形成一个 truncation form 55个氨基酸的一个 delta 2的一个 allele。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delta 2来做后面的研究。那首先我们先看 apoptosis， 它的结果就跟那个转基因完全相反，它的 basal level 的这个 apoptosis 呢会非常的高，然后在 hetero 没有 phenotype， 在 wild type 没有 phenotype， 但在 homozygotic 这个 embryo 呢有很强烈的这个 apoptotic 自发性的，所以这个鱼一直在细胞凋亡，那而且这个鱼呢它长不大，它的寿命比较短，我们可以看到 KO 的鱼呢，比起这个 heterozygous 或者是 wild type 呢，它的寿命只有半岁到一岁，然后我们去染一个老化的一个 marker 叫做 senescence beta gel，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那个老化的染剂，那它的染色比较强，而且它的身体呢有些会呈现驼背的现象，像鱼养久就会驼背，然后它的体长体重都会缩小，所以做完这个实验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得到一个小结论，就是说这个基因的活性呢跟它的寿命呈现绝对的正相关。你把它的活性拉高，寿命就增长；你把它的活性拉低，它的寿命就减短。所以这个表型跟人类呢是很接近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它的这个其他的表型。举例来讲，像大家都知道，眼睛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那眼睛很容易老化，所以大家在看电视或什么要保养眼睛哈，不然眼睛坏了就不能再生嘛。那你看它的眼睛的结构呢，在斑马鱼为什么很好研究，是因为它大概有7-8层不同的这个排列规则的这个细胞，从里面开始呢叫做 pigment epithelium， 然后 rhodopsin 啊是 cone cell， 然后 rod cell， 然后有2层很致密的这个 inner nuclear layer 跟 outer nuclear layer， 然后之后叫做一个什么 inner plexiform layer， 然后到 ganglion layer， 然后相比之下你看 KO 的鱼呢，它的 inner 跟 outer 呢它的这个细胞核很松散，然后细胞密度很低。那反过来，转基因的鱼因为体型比较大，它的眼球就比较大，然后它的这个细胞密度也比较高。我们都有经过定量，只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秀给大家看。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它的眼睛有老化的现象。然后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 phenotype 的 assay， 只是时间的关系，我先移动到下一个一个 case。再来就是我们研究的是再生的问题，因为再生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不管是皮毛毛发，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些身体的这些所谓的鳞片。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鳞片是什么东西。我们先看一下人类的外胚层，外胚层早期呢，它是一个 dermis 跟 epidermis 的 interaction。那我们这个 interaction 呢，会分泌很多讯息传递的因子，像 BMP、FGF、WIN。那这些 signal 呢，如果它的这个走向呢，到最后让这个皮膜往下包，它会形成 bud。 那 bud 在高等的脊椎动物呢，它会形成 placode。 placode 的这个抱歉 placode 形成 bud 之后呢，它会向下凹，在我们的牙齿呢会形成这个牙齿的这个基本的这个 bud。 那如果是皮毛呢，是形成 hair follicle。 那反过来有些组织会往上凸，但是往上凸的这个都是低等的，像鸟类是形成翅膀羽毛，那在鱼类或者是爬虫类呢形成鳞片往上凸，或者是人类的指甲也是往上凸起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interaction 呢，事实上它的机理很保守，可以大致上可以用来互相研究其他的这个机理。那鳞片为什么是觉得研究人类的一个很好的题目，是因为自然界中早就已经有鳞片缺失的这些例子存在。举例来说，您看这边有一个 signal 叫 EDA， EDA 在人类如果坏掉的话，会形成少汗症，它身体没有汗毛，然后牙齿呢很少，然后可能毛发发育不全。那基本上 EDA 是一个罕见疾病。那这个 EDA receptor NF-kappa B 这个 signal 如果坏掉的话呢，在鱼里头它是没有鳞片，
或鳞片很少。那这种鱼呢，我们叫做 mirror carp， 就是它本身不需要刮鳞就可以煮了，其实还不错，嘿，要少掉很多刮鳞的动作。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 FGF1 receptor 1A， 它本身呢坏掉的话鳞片比较少，但是不至于说像伊达呢少了这么多。所以在研究鳞片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知道鳞片就跟高等的哺乳类的这个皮肤的结构呢，它是由一群很保守的这个讯息呢所控制的。然后我们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先把斑马鱼的鳞片拔掉，然后做了一些 microarray。那另外呢，因为这个 microarray 的资料太庞大了呢，我们同时去 download 那个大鼠的骨折的模型，就有人把大鼠的骨头折断，然后之后呢再生的时候再做一些 array。那用了这两个 array 的目的是想要去 narrow down 看有没有什么基因呢，是在斑马鱼的鳞片再生跟老鼠的大鼠的骨折的时候呢，都有一样的表现的 profiling。那结果是有，我们找到75个。那这75个呢，就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实验室的规模呢进行 KO。因为一般我们做 wet lab 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不太容易 KO 超过100个基因。事实上，如果是单一的实验室，你 KO 一个基因呢，可能就是一个学生硕士论文的题目。但是我们实验室有能力可以 KO 到接近100个基因，所以我们就 narrow down 到75个之后呢，就跟学生来研究，看可不可以每个基因都把它 KO 掉，然后看有没有研究出有这种没有鳞片的 phenotype。那这些疾病的可不可以推演到人类的这个 bone fracture repair， 然后进行等于说平行的推演。所以这个逻辑是从鱼出发，然后用老鼠或大鼠 narrow down， 然后之后呢 phenotype assay 之后回到人类去做验证。那想法很美啊，但是事实上做遇到很多困难。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就是说首先你要观察鳞片不容易观察，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转基因鱼呢，它可以观察到鳞片的发育跟骨头。然后这个鳞片你看你把它拔掉之后呢，它再生的鳞片就会特别的亮。这是平常的鳞片，这是再生的鳞片，所以它可以定量、可以定性，分析鳞片在哪里，鳞片有多大。这是一个特殊的转基因鱼，也就是说，如果你做鳞片再生，没有使用这个鱼呢，将不容易做出一些看到一些细节。然后我们来看它多好用，你看你把鳞片拔掉之后呢，它再生的过程之中，它的鳞片就会发光，然后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等到鳞片完全形成之后呢，它就会进入休止期，它的荧光就会衰退掉。所以，我们计算这个面积大小，得到了一个再生曲线呢，发现到它一个完整的再生是要20天，然后再生到一半呢是差不多4天。所以，这个再生曲线它本身的这个重合性很高，它在固定的水温下，它的这个性状很稳定。好，那有了这个鱼之后呢，也得到基本的这些观察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第二个转基因鱼。为什么呢？因为鳞片再生的过程之中呢，它的上面有一层活细胞是表皮，它会来盖住这层鳞片。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转基因鱼呢，可以标定到这个组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绿颜色的是鳞片，然后上面的是皮肤，然后因为皮肤跟 placo 会 interaction 嘛，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这个讯息中心呢，会表达很高量的 Sony Hedgehog， 然后会分泌进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就是，底下是绿颜色的鳞片，然后上面有一层红颜色的皮，而且这个皮包裹的比鳞片更突出一点，它会内包，所以这个结果其实跟老鼠的这个 placo 形成也蛮像的，就是一个外胚层的基本结构。那有了这样的结构之后呢，我们就做组织切片，去观察这个荧光跟内部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个相关性。结果经过这个组织切片，我们把斑马鱼的鳞片呢定义成这几个 phase。第一个就是说，拔掉鳞片之后呢，它会快速的这个皮肤会伤口愈合，就是做所谓的皮肤爬行的动作。因为这个拔掉之后，这个伤口会流出体液，它先利用细胞爬行把这个伤口封闭住。这个过程之中没有牵涉到细胞分裂，纯粹是细胞移行跟爬动。然后之后呢，它会做一个叫做基底的这个 mesenchymal 的 condensation， 叫间质组织的浓缩。之后呢，浓缩之后呢，它的 placo 就形成。那这时候它的 scale 呢会 protruding， 然后最后呢就会90%、100%。所以整个过程要20天。所以利用这个双转基因鱼跟组织切片呢，可以把这个过程看得非常详尽。那最后呢，我们就做了 array， 这两个 array 呢，分别是鱼的跟老鼠的。那细节就不讲了，就是说
鱼的是自己做的，做了不同的时间，老鼠的是从网络上那个 NCBI download 下来的，然后 side by side comparison， 然后整个 pipeline 呢很复杂。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下一章，就是说我们选了一个上条的基因群跟大鼠的上条基因群，也就是说再生的过程中它会表现很高，然后再生完之后它又会下降。那其他的基因我们先不理它。那最后的直接讲答案，就是说这样子的基因在斑马鱼 有大概900多个，在大鼠也是差不多900多个，但是把大鼠跟小鼠跟鱼呢 narrow down 之后剩下75个。那这样子的量呢是我们可以承受得了的，也可以往下做。那我们做了 real time PCR validate， 那这是那个 heat map， 那发现说老鼠跟大鼠跟鱼呢，它的这个高调节的基因群呢的基因 profiling 很像，一开始很低，然后再生很旺盛，然后再生结束之后就会下降，基本上两个 profiling 是一模一样。然后之后我们就做 validation， 那发现到这些基因的表现呢，大部分都是在再生的过程调高很高。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两个基因，一个叫做 SPARK， 一个叫做 RCN3。 为什么？因为 SPARK 呢在再生过程中它会调高1000倍，等于说它的表现的 level 在那个 steady state 呢是这个再生旺盛期是它的1000倍。那这个基因表现量拉高那么多呢，我们觉得说很有兴趣，想要知道它功能是什么。那另外 RCN3 是它在再生的早期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sharp 一个 peak， 然后之后会快速的降下来。所以我们就选定了一些基因，事实上其他的基因我们也都 KO 了，只是今天的时间的关系跟大家报告这两个基因。那另外免疫呢跟再生也有关系，早期有人做了一个实验，他把斑马鱼啊尾鳍剪掉之后泡 Becomycetone。 那 Becomycetone 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那个鼻黏膜的喷剂，就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会打喷嚏流鼻水吗？那是因为我们的鼻黏膜过度反应，有免疫风暴。这时候如果你喷了这个类固醇呢，它就可以瓦解我们的免疫反应。所以如果使用 Becomycetone 呢，让那个免疫系统 compromise 之后呢，您看它的再生完全不会再生，尾鳍啊没有加的就再生好了，有加的就再生不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呢？就是再生跟免疫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尾鳍跟鳞片的实验，大家可以看，首先上面是野生型的鳞片，野生型的尾鳍。那我们刚刚讲过，再生的鳞片比较亮，再生的尾鳍也会比较亮，然后这个面积就可以算出来。然后呢，我们做了那个 Becomycetone 的处理啊，发现不管是尾鳍或者是鳞片，它的红颜色的线呢，就是加了 Becomycetone 都会比较低，也就是说它的再生被延缓了。那鳞片呢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结果我们其实已经知道免疫系统跟再生有绝对的相关性，但是靠药理学的实验呢，我们觉得不是很有信心，我们就做了 KO。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 MPX 是一个叫做 myeloid peroxidase 的一个就是嗜中性白血球专一的一个 peroxidase 过氧化氢酶呢，把它 KO 掉。这个基因有800多个氨基酸，我们 KO 之后呢剩下了89个氨基酸，算是一个 null allele。 然后刚刚提到的那个 SPARK 跟 RCN3， 就是在再生的那个旺盛的那个巅峰期呢会高量调节1000倍的呢，也把它 KO 了。然后我们就大概 KO 完之后呢，经过一年的配对呢，得到 homozygotic 之后呢，跟大家讲一下答案。答案就是说 很出乎意料之外，像 RCN3 这个基因呢 KO 之后再生会加速。它原本的再生呢，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第零天、第三天、第六天、第十二天。那因为一个再生要完成是要20天，可是在这个 RCN3 的这个 KO 呢，12天就完成100%，所以它有这个加速的现象。原因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初猜它可能 KO 之后再生 会变慢，或者是不会进行，可是反过来它实际上是加速的。那 SPARK 是减速 ，MPX 可能也是减速，这个我们还在研究当中。所以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的停在这边。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转基因鱼跟 KO 鱼呢，我们都有透过斑马鱼的种源中心呢分享到中研院。那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研院的网址，然后大家进去看之后呢，会找到这些鱼在哪里，它的特性是什么。
然后它是谁做的，大部分都是我做的，就是说我把它 deposit， 然后跟每个医生或者是同好分享。也就是说，这些鱼我今天讲的所有的鱼呢，大家都可以把它要回去，大家一起来研究，这样的等于说众志成城。那最后很感谢，就是说最近这几年的研究，真的要很感谢台湾的生技公司帮了很多忙。有些仪器根本都不是自己买的，厂商搬过来的，弄完之后我也没有买，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厂商呢，提供了一些产学合作，共同开发。然后还有学生蛮努力的，就是做了很多 KO。那最后这个陈佩勇医师，就是等于说打通任督二脉啊，就是说让那个 NGS 呢能够进到这个打靶的里头呢，进行这个验证。那最后这个图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合作，然后呢把手边有的好工具互相share，然后最后呢大家一起发表一个比较高质量的文章。谢谢各位。